二零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阿明。早在2500多年前，佛陀就告诉我们，人生八苦，病痛最苦。而正言上人则是鼓励大家身体有病了，心不要跟着病，要像无量易经说的，譬如船师身有病，若有肩舟游渡人。今天就要来介绍一位身体虽然有病，但是心很健康的人。什么人？来看他的照片。这位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，今年78岁，家住台南的吴承珠师姐。你看伊翠笑目笑，很难想象，其实几年前她曾经在14个月内动了4次的大刀，开刀切除2颗的脑瘤，拿掉她的子宫、卵巢还有直肠。到现在虽然脚会麻，行动不像过去那么灵活，但是他把握当下，骑着摩托车还是要出去收善款、做志工，尤其几乎天天到环保站，用鼓掌的双手爱护大地。今天就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位欢天喜地、快乐做志工的吴承珠师姐的故事。在位于台南的河尾环保教育站，常常会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师姐出现在志工早会里，专注地聆听正言法师的开示。她是今年已经78岁的慈济志工吴承珠。她在这边，她就是刚才有说，她有认真在听上人的法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在推动志工早会，还是那个金丝宝泉庙莲华，伊拢会来听，伊拢会来听。其实伊原底是白星期三值班，他们可以现在几乎1到6日，伊拢来环保站。那只要我们在里面文法共修，他就会进来听。因为咱有来在早上志工早会嘛，志工早会还有听上面的话，所以我们的心灵上什么都是很健康的啦，都拢会安如做，身体如何嘛，各当文化，地府的景标。上面临时的代志比较可以联络。看着吴承珠跟着其他人一起做操，很难想象他从2004年底起，在14个月内动了脑瘤、子宫颈癌、关节镜及直肠癌4次手术。坚强挺过病魔考验的他，即使昨天晚上因为高血压导致头晕，仍然一早骑着摩托车到环保站来。可能起来是再有较好啦，不过那就做起来就是背起来是还是晕，没有昨天那么晕啦。早上的还好啦，来家爱做注意啦。就你做运动，你看我就是头声拢唔敢上下，就是安尼。我拢来惯习，我搁较艰苦拢来呢。肚子就足无法度，我较有休困。就那来我讲了讲，坐落去就袂去病痛啦。嘿，坐落去就袂去病痛啦。做那休困的时间，感觉等于去休息就好了。从2006年就专心投入环保的吴承珠，从整理旧报纸到保特瓶分类，只要他可以做的，一定尽量去做。因为脑瘤长期压迫到神经，导致现在他左脚的末梢神经没有什么知觉，走路也只能缓缓前行。以前个性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他，总是撑着自己的身体提重物，但现在的他明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才能走更远的慈济路。就讲咱需要讲像当年的当体，无法度了嘛，四千八百一个来到，大家拢足很幸运的啦，而且是大家像一家人啦。孩子他们这个活动节目，他都想要出来。出来的时候哈，我得改伊，你这相当啊，今年我改伊到花啦。你有咧爬楼梯的时候，你还好，我来来关心。他是挺高兴的。如果咱若在推动，做一挂调整，还是讲要呼吁一挂安全啊，戴口罩啊，还是讲爱车爱停哦，好，像这种这规矩的部分哈，伊就是拢会安尼，软软啊，甲边啊的环保志工讲，咱都吼爱听话啦吼，爱听这环保干事啊，含人好配合，他会用。
用他的方式替韩明沟通，然后让我们环保干事跟环保志工就是这样的一个桥梁。在慈济这个大家庭里，彼此之间的关心与扶助，让吴晨珠在志工路上能更有爱无爱。在这个环保传里，他也善用自己丰富的人生智慧，扮演志工之间的沟通桥梁，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欢喜付出。今年78岁的师姐啊，如果人生70才开始啊，她才8岁了哈，哇，就像个妈妈一样啊，又像个小姑娘一样啊，在环保站那样，过紧过好啊，提醒大家戴口罩啊，哦，今天你看你的弟弟也来了，我们的文耀师兄，哦，还有您的好法亲，我们的田真老师，哦，你看三爱郎连同你一起来见证你这个精彩有苦有病有难的故事了哈。都在影片来宾公有一个，你连续14个月内开了4次的大刀哦。对，哇，这个不简单呢。你能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尤其是第一次发现脑部长2个肿瘤的时候，正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，因为准备要受证委员啊。阿弟昨天跟我说，哎呦，怎么会来了一个这样的无常啊？没呢，没有。我一路贴到来哈，一路报告贴到，我刚吊顶边哩，吊3个月。你怎不用咱自己的代志啊？都因为受证嘛，迄阵咪较无用啊。是，嘿啊。啊了受证了，我甲迄个报告甲提大拿，给医生看。他是想不到呢，他人生这么悠然的度过了一甲子啊，都已经快70岁了，却发现要开脑瘤的这个刀。那开完之后，也当委受证当委员啊，哪知道又有病痛来敲敲门啊。第二个病是这个子宫颈癌哦。对。然后又拿掉了子宫跟卵巢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你看你子宫跟卵巢拿掉之后，这个你的膝盖又做了这个关节镜的手术，那接下来又发现连续3个月血便，去接受直肠镜检查，发现你得到了直肠癌。啊，我娘我唔敢阿讲啊，啊我讲无要紧啦，看安那你甲讲无要紧啦，啊伊甲讲啊都讲唔癌，啊癌都愣一下，你又愣一下，愣一下了呢，啊该怎么样了？啊好个在吼，很有福报，因为我伫台南病院检查，伊讲开刀时无甲我讲，以后讲甲我讲，爱迄落做造口，啊，爱做造口，因为我伫迄个粪口嘛，啊，伊遐仪器无够啊，伊拢用手填啊，啊，我著造啊，我听着安尼，我甲你娘讲，安尼唔通，咱来大拿，搁来大，因为那去大拿买过较无方便啦，啊，我想讲来台南病院就台南就近，结果伊讲安尼，然后我当随较紧就走。我叫我女儿是载我去大拿拜人，啊，到林大文医师有在看，啊，有看伊讲对了，你这爱开刀，啊，怎啊底下水，啊，伊讲咱大拿有了肉浆，会当天，啊，因就是用手袂当天，因为我粪口嘛，所以要做造口啊，我就啊就有福报，是福人，有惊无险，福人有福报了，嘿，安尼啊，真正有福气，来哦。引领进门的弟弟啊，真的要来见证一下。伊有人也感觉讲，哎，啊，得经过那么多的考验审核，都受证当委员了，怎么业报不断的现前啊？对啊，我那个时候是跟我大姐说嘛，其实那个走入慈济哈，那种真的就是我的改过来嘛，真的是活菩萨在考验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那个14个月里面哈，然后那个病痛呢，一一的在那个时间里面就一直呈现，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然后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，对啊，哦，考验说到底你真的是不是真心诚意要真心的来奉献，然后走入慈济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大门，我以前一直来讲吼，这都是菩萨的感恩考验，因为我们自己走入慈济的门，是，然后呢也自己也有感受到说，哎，当你发愿的时候，等你开始发愿的时阵哦。活菩萨就在开始考验，真的要有这样的智慧哦，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。所以师姐非常感恩她的妈妈。对，那你师姐给你78岁啊，伊阿母给你几岁啊？90
七，九十七岁啊，哇，百岁老母常忧八十儿啊。不过他觉得行善行孝不能等，在慈济这么欢喜付出，妈妈还是要照顾，所以说他每个礼拜都会邀他的弟弟妹妹们回家看妈妈哦。现在都一个礼拜，每个礼拜天，哎，礼拜天哈、哦，啊，大家都回来，都休息嘛哈，回来都是有的煮一点，有的是买个小点心这样，哎，是这样。住在妈妈家隔壁的吴成珠，曾经因为太专心在慈济的志工勤务里，而忽略高龄97岁的母亲，其实也需要子女的陪伴。伊即摆拢会问我讲，啊，你拢去倒位去倒位啦吼？差不多问要几半钟啦，啊，我即阵都是拢去关保障嘛。啊，我阿个讲醒，无想到讲妈妈的意思是啥物意思？啊，拄一两个月前，我发觉讲，妈妈一直困，一直叫佫唔食。啊，我想讲这样不行，我开始落去叫讲，恁大家礼拜拢一定，大家有叫佮我一定要回来陪妈妈。即摆拢二弟倒来咧陪伊食，啊，家己，啊，伊若讲唔食，就咱拢家己拢食较简单。啊，你即个子孙大家倒来啦，嗯，啊，你有欢喜无啦？有啦，真欢喜，真欢喜。吴成珠是家里的长女，从小要帮忙着妈妈照顾家中的大小事及弟妹们，在待人处事上受到妈妈的影响很深。伊是教阮做人处事的代志，咱从要有志气，吼，莫去讲，安尼吼，安尼胡白讲提物件啥吼，你自己若是家务是要陪啦，是有迄落危险的物件吼，你一定要甲提边下去。伊讲咱普通人若去骨掉啊，去哪有新的人吼，骨掉吼，跌倒就无好。唔跌就爱甲讲，啊跌就爱甲解释互听，吼讲袂安尼，啊，啥物会跌，啥物会唔跌，安尼唔太明了。啊，你做啥物善事，要创啥，我家己趁下吼，无拢我报死啦，创啥啦吼，安尼啦。你感觉我做主席好唔好啦？好，做主席好，我嘛是有咧做。嘿，伊拢讲做推荐啦吼。你访问妈妈小霞，我妈妈她对别人拢做慈悲的吼，啊拢去帮助别人。阿姨，伊的个性顶着我妈妈，我妈妈安那做，对，安那做。笑啊，笑起来哈。医生拢所谓说足少怨叹啦，不会去感叹自己的命是怎么样，他是这方面是蛮坚强的。在手术休养的期间，因为没能参与志工勤务，陈珠自觉愧为正言法师的弟子，因此只要现在慈济有需要他的地方，一定亲力亲为去完成。就看他在这样的过程，生病的过程，可是他依然那个生活，他还是都能够这样子很勇敢的、很坚强去面对这一些病痛。然后他那时候已经走入慈济，所以他还是都会依然的哈，是该做的事情，他还是会继续的这样子坚持做下去。来，给你收工，别管，哎，够了，干冰。要大气，要坚强。安坐哦。哦，做啥事哦，无去考虑到家己本身，伊当专心在做，虽然在做事的。我拢在讲，我是小小一点点的人，哦，是爱对上面，爱对上面，我们做的是很少很少，我阿得尽我力量，哦，尽我拢想嘛，最后一口气，我做到我最后一口气，他们在做我不然不在，所以要把握当下，凝神刹那，不眠不空过来走，战胜病魔，活在当下。吴成珠期许自己的慈济路要善尽能付出良能的每一天。难怪上人都赞叹台湾是宝岛，你看以矮以贤为宝啊。师姐这么的缩小说啊，没有，但是你看小小的烛光啊，也可以照亮黑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这样慈悲心嘛，爱感恩妈妈，
叫你身教言教哦。妈妈听讲，自细汉你就看伊安尼，定定帮助苦难人哦。对对，他也是这样。伊就是头我嘛是有讲嘛，伊就从细汉就是甲你讲，你若出去哦，有金蕉皮啦，还是水果皮，还是干那啥哦，你就甲捡起来。啊，无你若迄个大刀吼，去打着骨头吼，就足危险的。所以我拢记咧，我若出去，我就是有看我都拢捡。哎呦，从细汉阮都妈妈安尼讲，阮拢安尼做。所以你细汉的时候捌代志了，你嘛开始帮助别人啊。对。但讲你若有分人食，你嘛要分人食。对对对。所以听话真的就是对了啦，吼！听阿母的话，听阿爸的话，吼！阿小弟听阿姐的话，啊，咱听上人的话，行善行孝不能等啊！林真师姐，真的社区里面有这样的宝哦，可以让很多后进晚辈来学习呢。没错啊，像我自己也会常常以他为借鉴。阿南公，因为你看他的身体这么不好，对啊，啊，都从来没有说懈怠，啊，我们能够懈怠吗？哎。啊，所以见贤思齐，有的时候我就会跟一些另外的那个伙伴们说嘛，就说看看陈珠，他都很少缺席呢。我们什么金靖一日啊，他真的他都没有缺席，读书会也没有缺席。嗯，他只要他精神能够，就说精神状况很好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出席。看看人家，你看，虽然包着密不透风，戴着安全帽，穿着这个便服啊，骑摩托车啊，但是安全帽拿掉，口罩拿掉之后，才发现是个白发苍苍的阿嬷呢，哈，七十八岁，我骑到外世界去讲休闲款呢，不简单呐、啊。啊，你这会员，你这亲戚朋友怎样讲？你看，做足侪，你还佫破这么侪病，拢安怎来甲你？针对这个代志，有人甲你会甲你数落，还是讲甲你会甲你亏无？没，我都头个有讲，就是大家顶多甲我学了。安怎讲？伊讲，伊就是讲，你就是有做，较会当今仔日开刀开安尼，啊，佫会当出来收工。你看，因吼，我开脑的时吼，头一个月都转来拄好有着爱收工这款嘛。啊。我二九开的嘛吼，啊，差不多初九啊。回来嘛，都爱收工这款啦。对啊，月底爱交，啊，我嘛是爱收啊。啊，阮儿子就讲，妈妈，啊，你人阿伯遐，都阿伯拆线的嘛吼。啊，你得搁收啊，无要紧，我袂动。这一定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啊，我头一个月无都出去收，我得拜托朋友吼，阮遐迄落运动的朋友，迄个干事吼，我就讲，陈太太，你拜托你用回迄落迄落存款盖用提好哩吼。啊，我较叫阮儿子去恁搭个收。哎呦，所以用爱、用心、用法来行你的人生。行经啊，他其实在他身上啊，他是越做身体越好，我们就感觉他精神越好。对对，来小弟见证的，咁真正真的真的，真正伊，我感觉伊这十年已经开多利啊，啊，因为他这么坚持哈，一直持续的这样子做哈，然后发现。他身体还有精神，我每一次回来，因为我从台北都要下台南，对，我每一次看到他，我都觉得说他身体越来越健康啊，哇，越做越健康啊，然后他自己做的越欢喜啊，所以我就说啊，你继续好好的做哦，好好的继续坚持下去做哦，因为那个真的是会让他越做，然后我觉得说，我相信他那个除了身心健康以外哈，我相信他的智慧也会一直。真的就伊就拢咧，基本拢伫咧做厝边，吼，啊，这个我甲讲，就是做身体嘛爱顾，我嘛有甲讲安尼个对，讲我你脚安尼吼，毋是讲安尼无发心，吼，啊，就做较少，卖强做足济，无像讲咱身体用，哇，第二做足济好滴，要安尼都袂使。因为阮这是脱鞋嘛。那其实他穿鞋子进来了，他以前哎呀，阮是拢知，因为现在穿短的，啊，有一回伊会脱鞋，就是穿无够头前，啊，我甲师姐问讲，陈珠师姐，安尼会晓耐穿，安尼做到短的，伊甲我讲，
也烤也末梢的神经就是指头，其实是没有知觉的，所以其实他要穿那一双鞋子其实也是很困难。那佛堂都要脱鞋，其实他也是为了要以身作则，所以他其实他也是跟着我们这样脱鞋，那到外面又要换穿拖鞋去洗抹布，他鞋子也是穿不到底，可是他也是靠着鞋子还是这样忍着去做。其实我当下也是觉得说这样的师姐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，他不会为了这些不会有人就说啊，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不要出来了，可是他不会，而且当我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就很轻松带过啊，我的卡起没个卡带啊，拖鞋他没烂啦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就是这样子真的去做，然后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在心里，我们愿意跟着他陪伴他。人在做滴滴看哦，你看这么多孙子孙子看在眼里啊，包含妈妈的叮咛啊，也要量力而为。啊，不过你安尼行过脚家，就亲像这个步步生莲呢，都开出一朵一朵的莲花啦。哦，来，小弟，你眼睛泛着泪水啦。文耀师兄，有什么话要祝福你的姐姐？祝福他哈，这样子生生世世哈都能够在菩提中啊，将来能够真正的啊成为一个啊真正的一个大菩萨。嗯嗯嗯，心无挂碍。对对对，祝福我的大姐啊，我相信他一定做得到，因为他我们是大人家家见面拢就听话，所以物以言嘛，物以类人，物以类聚啊那啦。对对，点真老师，我祝福他，希望他在这个持戒道上走得越来越平，更平顺，他的身体越来越更硬朗，更健康。主持人你自己呢？我自己哈，一定要先给上人敬礼。是啊，拢有讲，祝福上人法体安康，永驻莲寺，法轮常转。是啊，这我特在功课。是啊，所以我直接先祝福上人，法体安康，啊，搁祝。咱全球的主持人，加众生，大家都是平安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健健康康。你真的是人间菩萨，然后人品的典范，对吧？这么多你都没有求自己得安乐的，你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我从来没有求过自己啊。所以你要慈悲又有智慧，慈悲悲智双运啊哈。时间到了，我都不给讲啊，唔过啊，阿伟做主者进境啊，伊就开始在做访评啊，因为伊的先生是警察哦，啊做主管哦，管区内面闹艰苦人啊，咱呢。所以伊就会去共关怀，去共送物资。以前坐三轮车，人伊开钱哦，人这个溜三轮车，爬架的时候，伊阁落来共倒沙啊。你看，这就遮尼古锥的人啦吼。总共一句啊，家己有饭人食吼，去食来分啊，伊食三分之二嘛，要互食，都是真正是最好的这个慈悲的身教，好啊，祝福你哦，身体健康，吃百里啊，啊，欢欢喜喜，永远拢会当行伫菩萨道，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，哦，生生世世要对上人行，好，做主者，好，啊，好，做慈济，越做越欢喜，欢天喜地，好不好？感恩三位，谢谢。感恩，感恩。